这个很有气势。嗯，台中的吴中修。哦，这个是有点像小和尚哦，少林寺出来的哦，吴中修。不错哦，基本功很扎实。对，嗯，不错，很好，这节奏掌握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无中修，而且很有气势。对，很棒哦。虽然说他长得真的是蛮可爱的，但是打起这个拳来啊，打起棍来完全不马虎，嗯，有这种小沙弥的这种感觉，应该可以拿到不错的分数哦，8.51，八点五一，这是目前最高分，那应该是第二，第二。